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玩双点疑问啊。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做大做强，我看啊，员工晋升，通通晋升。培训课程已经完成。OK。培训课程已经完成。好，咱们继续培训啊，这关的医生都需要培训，稍等。我看啊，咱们先找星别比较低的攻读助手。这也太低了。攻读助手。攻读助手是干什么的？初级助手，可培训课程、体力课程、情商、工作激情，走工作激情，派谁去？实习医生 ，OK， 继续培训。然后咱们还需要再治名82个病人，我天哪，才能完成二星。OK， 慢慢治吧。咱们人员先够，然后看一下我的价格，定的还算合理啊。然后厕所需不需要打扫？目前还可以。机器是不是要升级？看一下。修理。需要升级，需要员工培训。我看啊。哎，为什么不能选立即培训呢？哦，正在培训中，我知道了。没关系，一会儿咱们再培训。看一下啊，员工。可不知疲倦，需要培训是好事啊，那我下回培训你。我看想不行，大姐，这个地方还是空着呢，这个地方不行，我再建个培训室继续培训算了。大家都有求知欲啊，然后我再培养几个这个心疗科的医生。哇，这太挤了，一看就是个小医院。需要培训，暂时不要，确定晋升。 OK，卫生间队员在参观中，看一下咱们的员工。咱们现在临闲杂工很多了啊。OK， 没有问题。会捉鬼，但是需要上厕所，口渴。接待处需要助理。门口就厕所，为什么不去？接待处需要助理，我天，我的助理都去哪儿了？看一下啊，员工。咱们现在有4个助理，他们都干什么去了？哦，在培训。都在培训，算了吧。哎，他的助理也没办公啊。等会儿吧，助理正在培训。请医生前来流行锅实验室。流行锅，还真是没有医生。咱们现在医生的数量可真的是不少啊，咱们看一下。然后他的这个活力为什么不足？因为渴，还会急性子。去。喝随缘茶，为您的生活增添随机因素，增添随机因素。佛系人生的随缘需求。随缘茶，原来生活还可以更糟的吗？为双点线服务，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。培训完了没有？我这急需前台啊，正培养工作激情呢。天哪，就说一些鸡汤呗，对吧？工作激情。目前看起来咱们运作良好啊。OK， 接受骨科的挑战，咱们需要治疗5名骨科的病人啊。OK， 快快，这5K Sky 这人都满了，赶紧，还没培训完吗？哦，这捂着屁股跑的，赶紧修理一下，这还可以，该培训完了吧 ？OK。赶紧给我回来，我也再滴回来。看他那个大摇大摆走的样子，给我过来。OK， 这什么课啊？排这么长队，骨科。哇，骨科，咱们应该再建个骨科，可是在什么地方建？没地方建啊。这个地方，我看一下啊，咱们现在还什么没建？垃圾桶该到了，赶紧去。病房，精神科，员工休息不用，厕所，脱光有了，流行锅，小丑还没有啊，但是好像还没有什么这个，还没有什么小丑病。OK， 哇，骨科现在这么多人啊，稍等吧，我按下暂停，我没有办法啊。
我加价格吧。公告：自动零食贩卖机需要人工补货。需要人工补货 ，OK。还哪个需要补货？这都是满的，可以。员工晋升，肯定晋升，接受，来吧。捉三个鬼魂，我天哪，这是我要干的吗？咱们全科有点吃不消了是吧？摁个暂停，想想办法。骨科病人太多，咱们再，哎呀，咱们再开个骨科。这是什么科？脱光室。脱光室。给他移到这边吧，脱光室让他放到这边算了。稍等。脱光室没问题，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复制一个骨科。哇，这骨科需要这么大的空间，我看看啊。复制，倒是可以搁得下，是吧？看一下啊，先放下，然后看一下，这个暖气片需要拆。OK， 又有一个骨科，这就行了吧？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再往过这个门，上这边还能看病的地方。需要护士，再加一名护士。下面便宜点的，容易累，恶怒症，急性子，这都不好，讨厌鬼，容易失去方向。我去，记忆一片模糊，这美好护士，我现在啊，来这个吧，潜力之星。啊，不过咱们有护士，然后咱们继续培训啊。培训什么？我看一下啊。找星低的。培训。体力。我天哪，这单独花钱，这算了吧。情商呢？情商不用花钱，来这个勤杂工给他们培育情商。OK。骨科这儿排了六个队，但是上面这已经可以了啊。OK。咱们现在再赚钱，看一下员工晋升，肯定晋升，价格20%，价格还定的可以啊。消费税相当于加税了啊。没有护士，我去。我现在几个护士，怎么这么少呢？不少啊，大家请看。不过护士们都有事儿干啊。来护士了，哎，护士从这走过，居然没进去。本院为您卖扔在地上的垃圾深表歉意。勤杂工有多少？怎么垃圾没人收拾呢？勤杂工也不少啊。OK， 加工资。哇，看来还是全科这边。成为瓶颈啊！这地方我能不能再开一个全科？我看看啊，这我能不能再开个全科？复制，还能开。那贩卖机就要移动位置了啊！开一个 ，OK， 然后摆上椅子。没有全科，什么都干不了啊！然后。贩卖机对过有，然后去对过贩卖机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再摆上贩卖机，没问题吧？垃圾桶 ，OK， 可以啊。然后我看咱们要不要再雇一名医生？不用，医生来了。那请这个医生来了吧 ？OK， 进来了。OK， 行，咱们现在是五个全科。都应付不过来，天哪！员工需要培训，当前资格 OK。我终于找到新爱好了，那就是养蜂。我现在只有三只蜜蜂，这玩意儿可不好带，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甜甜的蜂蜜了。下面为大家献上一首《甜蜜蜜》的旋律。甜蜜蜜，靡靡之音啊！我看啊，这地方咱要不要弄个厕所？
贩卖机弦摆上，汽水、零食、大垃圾桶、小垃圾桶，大小垃圾桶都摆不了啊。培训课程已经完成。然后，单人洗手间，哦，洗手间不能单人的，那单人呢？培训课程已经完成，员工需要晋升，通通晋升。然后要培训，现在培训课程还没完，完的话咱们需要在这地方进行培训啊。员工晋升，我天哪！看一下我的价格，还可以。咱们现在还是在赚钱呢啊！特别报告，我现在我的声誉减，为什么？笑穴，因为我没有小丑病的装。哎呀，这是上当上当。咱在这建一个小丑病，刚想起来，咱们有小丑病，小丑病需要四乘四是吧？我去，这儿建个小丑病，然后垃圾桶、窗户，窗户不要，没用。灭火器、洗手液、暖气片，然后植物。刚知道咱们没有小丑病，这哪行啊？小丑病需要什么？看一下啊，哎，能升级，升下级啊。然后咱们小丑病是需要护士，聘一名护士啊，三万，就他了。性格好，贵点就贵点啊。然后这地方我看能不能用上，为什么这地方是几格的，三格的话咱们放诊室，两格的话咱们放厕所，几格的看一下，三格 OK OK， 那咱放诊室，现在先不动，取消脱光机，现在没有人来哦。我们亲切的请各位门诊患者圆润的离开，圆润的离开。甩锅机，看啊，甩锅机需要升级，没问题。然后还需要修理 ，OK。咱们勤杂工有多少会修理机器的？我看一下啊。勤杂工，这勤杂工都不行啊，除了会捉鬼，别什么都不会。而且他的态度也不好，还需要上厕所。到全科诊疗室来。这地方我应该再干一个休息室，然后再来个厕所比较好。稍等，看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再建一间厕所。说一声，我不太习惯干这个，不过接下来由我为各位播报天气讯息。泡芙摩天塔地区紫气东来，一派祥和。拍马镇上空聚集了一群菜鸟乌鸦，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盛宴。最后，多十万的大街小巷因为一位小丑痛哭不止而涌起了眼泪的狂潮。这就是本次的天气资讯，咱们十七年后再见。十七年后再见。我改。员工休息室。维护公告，垃圾桶该到了。这员工休息室又碍事了，呵呵，没办法，只能摆在这儿啊。我也是不想，实在是没办法。然后，汽水，请助理前来接待处。临时，然后暖气片，垃圾桶，垃圾桶没地儿放，暖气片。OK， 然后我看啊，这个贩卖机放在这儿就有点碍事了，对吧？移过来，移到这边。脱光病人来了，然后这个地方还需要再放一个暖气片。OK， 暖和了吧 ？OK， 然后这再放一个垃圾桶。大垃圾桶，
大放不了，只能放小的是吧？大小站的格应该是一样的。医生到流行锅实验室来。流行锅没人了。哎，咱们还需要什么病史？我看看啊，精神科咱们有吗？有，员工休息、厕所、培训、流行锅、小丑，这咱都有啊。骨科、精神病房、心脏综合诊疗、药房，我现在什么都有啊。他为什么放弃等待了？你别放弃啊！需要培训，立即培训，没说的，然后。再加上其他的，我看他是初级护士，咱们再加上实习护士，然后再培训一名护士啊。一次培训太多的话，其实不好啊。什么课程？诊断学，派谁去？派名医师。OK。哎，我这五开四开又满了。赶紧！知道我刚从大西洋彼岸搬到双点线那会儿。最想念的是什么吗？是保龄球馆呢、啊，各位。我跟你们讲，保龄球馆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图书馆和博物馆。下面一起来听一些嗨到爆炸的歌。保龄球馆啊，看啊，心脏病科，咱们现在只有一个，可升级两个，可以升级。果然是追心机，修理加升级。咱们心脏科再建一个吧，在这儿咱们再建心脏科算了。复制是这样，这个游戏刚出的时候是没有复制选项的，这后来加的功能。哇！地震。地震，我去！赶紧加护士。请护士前来综合诊断室。鬼魂，把它收掉。小培训一会儿再说，晋升，通通晋升，一会儿再培训。接受员工的挑战。患者们即将到达骨科病房。咱们骨科病房够不够应付？马上就来一批骨科患者，不过咱们这还有一个，还算可以。骨科机器要不要升级？请护士到小丑诊所来。小丑诊所这儿。咱们现在这么缺护士啊，闷闷不乐，这个性格不好，潜力之星，急性子，来吧，多雇点没关系。咱们现在还剩33名的患者治愈啊，这儿没有护士，只有一个人等，那就等会儿吧。看一下我的这个温暖问题，还可以啊。稍等，这摆个暖气片，看这人很冷的样子。精神病学诊室需要医生。精神学在哪儿？这儿。两人等待。我现在的医生里面会精神的不多，果然我应该培训医生的精神学。仅有能力的勤杂工给予鬼魂战斗。再雇一个。来吧，勤杂工有点多，一会儿我再解雇几个就算了。比如说，他的原因是因为渴，需要培训。维护公告，自动零食贩卖机需要人工补货。需要人工补货，看一下，果然。
都有双点论调，因为真相由您决定。培训书籍医生，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。初级医生，咱们这次培养初级医生啊，我看看啊。没有初级医生哦，再加个初级护士，课程，诊断学，诊断学非常的重要啊，高级护士去培训，护士培训医生，晋升，不行，咱建个培训室算了。目前看起来其实还算运行良好啊，全科。骨科现在也是非常的紧啊，排队排的很多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哪个国家都是看病难的问题哦。药房排这么多队，我现在几个药房看一下，只有一个药房，去。药房，复制，再拷贝个药房吗？然后应该他再给这个药房里面扔一名护士，我看略微降低价格会提高生育。好吧好吧，你们赢了，一点点的恢复生育。流行锅实验室需要医生。流行锅果然没有医生，这锅需不需要升级？不需要。几个人等待？才一个人，那等会儿吧。哇，骨科这么多人在等待。牵引床，目前大家还都是安居乐业哦，有点排队没有办法。咱们去什么医院不排队？看一下我的员工，勤杂工有多少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八名勤杂工。小丑病，呵呵。请医生前来脱光诊所。长椅，稍等。哦，这地方我刚发现没有厕所，咱们需要建个厕所，大家请稍等，建个双位就够了。Toilet。哎，厕所呢？稍等，房间的位置。请勤杂工前来修理专心机。OK， 然后垃圾桶、灭火器、洗手液、洗手池，然后暖气片。OK。我是老瑞，瑞奇霍桑，在双点广播电台为您带来好音乐、好心情和老派好时光。让我们一首动感的音乐开始今天的节目。音乐，老狼音乐。然后暖气片。OK。没问题啊，这个病房咱们也算把它建完，对吧？要不要升级？维修一下，升级，立即培训。没说的，勤杂工，这次咱们要培训是勤杂工。培训什么？维护，走维护。勤杂工培训勤杂工，坏了，我这下四个勤杂工出去了。员工晋升，目前运转的应该说良好啊，应该说。咱们还差14名病人哦，员工晋升，肯定满足你们的要求。哦。记者在哪里？维护公告，
至于十名病人没说的。我看啊，咱们现在还有什么科室没有？都有了，咱们对吧？骨科也有，都有啊。脱光室有没有问题？没有说来病人咱治不了的，现在没有这个事儿了啊。只不过这个机器是不是需要升级的问题？升级加维修。OK OK。扫描仪这也都需要，然后哈，这边的药房的机器需要升级才对，对的。目前完成的不错，员工晋升，肯定晋升啊！玩这游戏朋友的话，一定要把员工晋升才对啊。咱们五个全科居然都不够用的，赶紧补货。我这地方卖的不错呀，看啊，咱们不行，这儿再摆几个贩卖机，感觉卖的不错。音乐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光，那时我可以静静地坐着，一首接一首的听歌。让我们闲话少说，好音乐永远都不嫌多。Yes， 听听他的好音乐啊！员工休息室，这把人治坏了吧？把这病人给甩出去了。刚才，啊，这病人还花钱了，有鬼魂，我去！摁个暂停，员工解雇一名。倒是不用解雇，赶紧给我去驱鬼魂啊！不管了，厕所 ，OK， 大家快看，达到两星啊！继续，接下来咱们要挑战三星，一个四级流星锅，咱们要达到四级流星锅，这个地方要达到四级。流星锅，咱们再摆点东西就能达到四级，对不对？试试啊！咱们现在是两级。流星锅，摆上个大垃圾桶，关掉看看啊。然后，流星锅里面再摆上植物。维护公告：厕所需要例行清洁。OK， 小丑。海报，海报摆不了啊！街机，还有街机，游戏机是吗？一会儿来说。请注意，本院将不再姑息随地小便的行为。不要姑息他们。去找护士，一人在等，不管。咱们应该再建一间大的流星锅，对吧？那咱们还得再买地啊，再买个地，然后咱们干一间大型的流星锅。啊，不，无所谓。这个流星锅实验室，这个是员工的挑战，这个我不必完成，我只要完成下面的就可以啊。温暖舒适达到90%。就这个不用买，我能把它退了吗？为什么你把它买地之后，它的温暖也得达到90%才行哦。我看一下啊，温暖，咱们现在温暖还可以的吧？谁寒冷？我看谁敢寒冷？热死你们！稍等啊，大暖气片。OK， 很热了，还很冷。这儿有了，主要是这儿冷，对吧？这地方咱们需要，我早就不买这个地了。为什么？我得把它铺满暖气片才行。员工晋升。
接受骨科的挑战，没说的。最近怎么老把这个病人治坏呢？您希望厕所是什么样，就将它保持在什么样。说得好。和其他人同流合污。哇，大家看这么多骨科患者啊！正在修这甩锅机是吧？哎，他为什么不在修？什么意思这？维护公告，植物该浇水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新闻播报的时间，点荣城某工厂发生了泄漏，警方称可能需要对临近地区做紧急疏散，正是大家给自己放几周假的好借口。这些人运气可真好。啊，这地方我摆的不行，稍等啊，摁个暂停，我看一下，这地方摆错了，它是红色的。这可以了 ，OK， 然后再摆上一个暖气片，这可以了。啊，这地儿。他怎么说我有哪过不去呢？垃圾桶该到了。这难道太窄了过不去？OK， 目前还可以啊。说的对，我看啊，咱们这个地方其实我多余买，因为你买它的话就要把它放上暖气片才行哦。暖气片 OK。 哎呀，暖气片这是个事儿啊。 OK OK， 获得了四个啊，零死亡没有获得。OK， 这没有办法。然后咱们这个温度应该是还可以啊，并不是很冷。再有人寒冷，你就找茬了。我看员工培训室是不是又继续要再培训？培训什么课程？初级护士、护士培训、诊断学，派医生去。OK， 这样的话咱们现在缺少护士。骨科病房都在排队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咱盖个什么东西呢？这地儿买有点太草率，不该买这个地儿，买太早了。咱们这样吧，再干骨科吧，复制。这地方我觉得还得是需要骨科，稍等。骨科，然后房间，这个地方是员工休息室。老瑞瑞奇霍桑为您播报，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，我们马上进行整点播报。要我说，整点才是最正点的。嚯，我懂我懂，你们有些人一定会问，老瑞，那半点算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，呵呵，哎，回答呀。没回答，我的回答是呵呵。OK， 植物，暖气片。请护士前来小丑诊所。小丑诊所需要人哦。然后入口处自动贩卖机。OK， 骨科病房。
怎么骨科治愈好像不是很好啊？全科排队排得太厉害啊！看一下价格 ，OK。说贵的还是钱的问题，有没有需要升级的东西？哎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呢？我这干了两个员工休息室，我没看错吧？我去，删一个，没必要这个。这个房间我怎么把它卖掉？出售？OK， 两个员工休息室，我看错了啊。那一会儿我看看这地方我就想干个什么，甚至我这地方干一个员工培训中心都可以，对吧？咱们再来个员工培训吧。先放这地儿，一会儿咱们再说，看需要一个什么东西。我估计有可能再需要一个骨科。哎，这儿咱们来个全科算了。厕所需要例行清洁。我试试啊，也许弄一个想不到的效果。这儿咱来个全科，可以吧？这样的话，这地方看完医生，马上就能够去诊断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暖气片也可以横放。对吧？我这地方贩卖机，咱们可以再加一个闲食，然后再加一个大垃圾桶。想要全家出游乐翻天，却不知该去哪儿？快来多士湾动物园，这里有特技猴、金鱼猪和金星虎。多士湾动物园连续两周半。游客死亡率近乎为零，24小时全天候陪伴。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。初级助手，初级助手，这次咱们培训助手啊，培训课程，体力培训。好吧，我看由于时间关系，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。谢谢您观看。今天咱们又开了一个新的区域啊，在这区域开的，见点什么，我还得再好好考虑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现在看起来，温度可能不好达标，其他的咱只要等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进入这地方不行，我再干个培训室啊之类的再说，或者说再加一个这个心脏病科。好吧，那么由于时间关系，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。谢谢您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